我已经死了，我不甘愿，我不甘愿，桂天豪，我绝对会帮你刷。 小姑，哦，好等下，啊，你的伤敢有要紧？这样你竟然出院啊？我看你面色无啥好呢。来，遮济啊。嗯，多谢。我无啥物代志啦，我主要是要来问仙姑啊，你后来敢有找到爱呢？还是讲你敢有啥物方法会当找到伊？你雄雄走来问我爱你的代志，你是不是惊伊家族在低调调？ 是啊，你放心啦，伊已经答应我，伊会放下主宰，而且伊到约好今仔日下暗伫咧雪莉家边听，好我甲度化，送伊离开。约好，所以恁见过面啊？嗯，伊还要我予伊一些消息，去完成伊想要做的代志。哎，你敢是要趁这段时间甲证据交出去啊？是讲你哪会放伊走啦？啊，万一无转来嘞？ 你家讲袂错咯，这边吼，伊是真心要放下主宰啊。伊害你受伤，伊感觉食袂得过，因为伊知影主宰才要紧哩，所以伊认为家己无厝，家个会当爱主宰，伊才会做这个决定。伊对主宰真正用情遮尔深哦。嗯，本来我料准讲，伊是对人世间的代志无法度放下。 也毋过想袂到，伊是真心咧爱主宰，任何的予主宰伤心艰苦的代志，伊拢无愿意做。所以这就是是安怎爱你知影，是我害伊意外过身，也毋过公平到即马竟然还袂摕到证据的原因啊。好当的，你是惊爱你骗我？我嘛毋是轻轻彩彩的放伊离开，我有伫伊的身上下符啊。 假使伊想要投胎，伊就一定要倒当来找我。若是时间一到，伊无倒当来找我，伊就魂飞魄散，任何人都无法度甲斗相共。仙姑，你千万唔通有即款代志发生嘞！只要爱你，我莫甲自在天对调的，我是希望伊会好好离开啊。我嘛希望哦，以后世人会用完成伊的愿望啊。你的想法甲我共款。 你放心啊，我一定好好度化，搁有送走这个可能的查某囡仔。是讲好当的，你今仔日敢有拄到什么奇怪，也是无好的代志啊？无啊，啊是安那哩嘛？其实拄则你一入来，我就发现你的面色青顺顺，无啥好。本来我料准讲是因为你的伤也袂好，才会安尼。 要毋过，即摆我上细看，我认为你是拄着鬼，而且即只鬼的怨念真深，甲爱你无共，可能是恶鬼。敢有可能是我伫病院去冲煞会使？一时间我嘛看袂出来。我照一张保险符，你早伫身躯顶，会当暂时保你平安。多谢。